我现在已经上路了，上路了，来看一下老板娘，老板娘打个招呼。我以为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，但是我睡得很好。我以为我要激动，但是我其实我很淡定。那次去东京的话，主要是和我们东京的网友见见面，顺便陪老板娘玩一玩。小妹妹好乖。由于今天我们飞机内给水有限，您将有可能无法使用厕所，请您在起飞前前往洗手间，感谢您的合作。同时由于清水有限，我们在飞机内可能无法向您提供饮用水，请您提前在候机座位买好饮用水，感谢您的合作。春秋航空啥子飞机哦，以后再也不坐了。我们现在到了成田机场，来看看我们的网友。没事没事，我是广角，还有一个啊，辛苦他们来接我哈。今天日本第一次坐的交通工具是 Uber， 到了酒店把东西放了，我们都去歌舞厅了。昨天第一天到东京，网友帮我送到酒店去吃了个居酒屋，我到4点钟。今天早上4点钟才睡着，给大家看一下日本的房间哈，这就是门啊，没有啦。网友真是太好了，现在已经在下面等着我，带我去吃早餐。初めてだよ、胸を叩く、君は今も。吃一吃日式的早餐哈。哎，老板娘哎。来来来，我们试个照一下，这里是浅草寺哈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跟紧一点哦。我买一杯，我要买一杯抹茶。这里，来，我们三个就看这里吃嘛。拿一串出来，这个，我要拿一串。这个吃的有点像那个糯米嘛。其实我来东京是买那个东西的。老板娘又看着吃的了。眼睛都撑不开，天空塔，天空塔，看，好漂亮。每次来这边都感觉时间慢一点，回到青森那边就感觉节奏特别快。这边挺好的。Passway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东京的天空塔。你能给我个正眼不？来了，不戴墨镜的话，差很多感觉嘛。OK， 回归老板了。我现在在东京塔哈，天空树，东京的天空树，有我们两个网友的陪伴，到了那个天空塔的地底下了。好多人在排队。Apple Pay， 他开了一个咖啡厅，可想而知他有好火。因为 YouTube， 我希望我们的 YouTube， TestV 的 YouTube 也可以有一天这么火。他这首歌是原创还是说改编还是怎么样？一开始的风格还没有这么的贱啊，后来又改了一次就特别贱。其实我觉得蓝谷奇也贱嘛，跳嘛。朋友们。看得到吗？这个真的是好高好高，634米，现在是世界第二高。明天晚上我们东京的网友会聚会嘛，我们在东京的都厅开 Tesla 为东京的第一次会议。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霓虹秋叶原。我给网友提的要求是买两本你们最喜欢的杂志回去，现在他们带我去。就这里啊，这家店就是卖，里面不准摄像，如果你想看我在里面发生了什么哈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。 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自由之丘，挺安静的一个几条街道。
这种街道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。这家就是米其林三星的甜品店。刚才进去吃了两颗巧克力，爽，好漂亮，任何地方都好漂亮。东京的2020的奥运会的宣传，因为东京要开2020年奥运会，所以东京的房价其实还会涨，过来投资哦。这几天来的感受挺干净，饮食挺健康的，整体的那个国民的素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我觉得。刚才过去一辆车，好快。嗨，你看他们在那里，那里，嗨。这个我见过了，哎，这位是，老板来了，东京的 Castaway 的网友们哈，哎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永杰给我讲，就是能不能看一下摄影师的真面目？待会儿吃饭的时候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借了面罩的，但是绝不要外传，你们看到就好哈。待会儿给大家发一个这个福利。刚才在给刘琦说，我们不是在卖火锅底料吗？如果 Tesway 走不下去了，开玩笑，就来做火锅。我说我可以来吗？我又不来读书。他可以啊，投资移民就可以啊，500万日元就是30万人民币哈，然后我就过来开火锅馆嘛。然后大家就帮忙推一推，开很多分店。Tesway 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就是我们东京 Tesway 网友聚餐的地方哈，恭喜吧，哎，来发福利，哦，哎，你要来找我们晚会就，基本上还是要开的，来。现在是凌晨3点，你们能感觉到现在是3点钟吗？起来主要是要去个地方，东京的足地鱼市场。日本人都不睡觉吗？5点钟已经很忙碌了，马上捕上来的鱼，然后马上送到那个料理店，然后马上吃，吃最新鲜的。看到了吗？这些就是排队吃鱼的地方。哎，这家就来为了吃一口。我估计大概排到7点，排2个小时。新鲜的鱼，哎，现在是九点，现在到10点。十点。这是日本的第二最好的寿司店。马上就要进去了，7个小时，为吃一顿日本第二的寿司，排队排了7个小时，就这么几个人，马上可以进去了，还是比较期待的。好的。可以哈，可以进去哈。OK OK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现在我们就进来坐下了。嘿，下次。嘿，会有啦。来到明治神宫，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子，她也是做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节目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。素晴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です。じゃあ訳してもらうか。哦，嗨，就是我可以给你翻译，就是哪三个东西你觉得比较好一点？流行的，就你听的比较多的。P P A P， 地铁站。中国的朋友们。TESTV。TESTV。阿里亚多。色めき風たちは運ぶ
Test V.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.